像刚大概十公分，一般我看起来大概拢四五公分，就在土地上。像这种只有在什么？只有在裸露地才可能存在的植物啊，啊，瓜子金，哇，看这个瓜子金的果实，那就是这样小，啊，这是什么科？远视。不管咱写那还得解那一个命名叫远志科、哦，中文呐、啊，哎，你们有一个观念。都搞不懂，说这个的中文学名，对不起，中文没有学名，通通要输入，学名只有拉丁，啊，所有的中文名称通通叫做俗名，这是瓜子金的那个果实，啊，这个就叫做小二仙草，两公分、三公分，迷你型的，起码可能去排水啊，因为那个树叶盖起来就不见了，就不见了。这只有裸露地才会出现，啊，等到附给你们小二仙草，这等于我来讲 ，Sembri 是什么？软大当药。软大当药为什么叫当药？可以当药，软大当药。那这个植物我特别介绍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是台湾极其少数的二年生。什么叫二年生？通常一年生是啊、哦，春天发芽，然后冬天死掉了，然后变成种子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夏天的时候种苗产生，接着过冬，然后第二年突然抽高开花结实，这样这叫二年生。台湾二年生的时候太少了，这一种就是典型的二年生。你可以看看，这是第一年，然后第二年的开花，打开来的话就是这个样子，啊，这样，谁不理？然后冬天就不干掉，下雪的时候就变结冰，啊，然后这一年不是第二年，这一年的夏天种苗就已经去年 的那个种子降下来，它就已经长成，它要过冬，要过冬，然后第二年就从这里抽出花茎开花，啊，所以它叫做，你看这是第二年正要抽出花茎，啊，开花就是刚才那样。来，再给你看这一种植物是什么？过山龙，那过山龙是低海拔的地那一种，哎，这一种叫假石松，因为它的种名就叫假石松，这个名字是我叫出来，以前没有人用这样子，那后来好像大家，因为它的学名是修斗，修斗啊，就是假石松，啊，它这个最典型就是它那个包子囊寝啊，包子囊穗就像烛台，烛台有柄的，那有一种是完全没有柄的。啊，那就叫翼薄啊，这个假石松这一种是有病，而且呢，它包子囊成熟之后很好玩，啊，对吧？这个有病啊，有病，有一个小病，包子囊成熟，那个动物一碰，整个那个 spot 飞出来，哇，哇，因为黑尾包黑尾爪，因为早期都没有，早期，昨前天陈霞上课有人在问他用什么样的相机，他用的是 Nikon F3， Nikon F3 在所有的相机系列里面是以莱镜架好叫莱，啊，像莱卡是罗盒，啊，那像拍人拍这个是当然是莱卡，拍植物我们拍来拍去，我们认为尼康是最棒。尼康早期做到最好专业的相机就是 F3， 那 FM 就是比较普通，啊 F1、F2、F3 就是第几代的进化型啊，到 F3 以后就没有再做，那已经是进展到最高级，啊，伊就是用 F3 型。以前呢，椰龙安尼脚架掉了哈，景深都用到32。我有几年的时间，我用那些拢改换，我景深拢用到最深，所以一定要脚架，一定要都没有风，那拍出来的清晰到透明这个样子。啊，有一段时，其实我在2000年前后到2005年那一段，我是拍的最认真的时候，盯着林林，要请客。哎，风一吹啊，我咧翕起，哇，你看花纹会不会出来了？哇！啊，但是这个是这是用卡塔的。啊，我们尴尬的是。脚踢了，再搞你妈！好，你看，然后一下子就会掉了，会散掉。那，啊，这一种呢，那这个高地草也会存在的，无佛雄，没有佛子的，啊，就是叫异。这个叫翼薄，哦，在现在现在没有了，你跌到哪大当起来砍掉就掉了，
people， 你看嘛，他们的软弱，你小心。我把它挖出来给你们看啊，它是那样走的，然后往上冒火一波，啊，那这些后来这些麦克风，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分他，后来这个国家公园也有成立，就盖这些东西。那在这边呢，也常常看到一种叫这个叫什么台湾蛰蜊，也可以看到台湾蛰蜊的一生，啊，不是一生了，它是多年生，但它的多年生是怎样，冬天就整个枯干，就你看，然后一直干到夏至春天开始长。八月啊，要七月八月就开花，然后十一月整个枯干啊，这就是蛰蜊，台湾蛰蜊，蛰蜊的那个花期啊。还有一种，我恁看这艾，啊这艾吼来做野草，哦，我当年拢个叫迄个陈霞妈妈她去采这个艾草哈，做那野桂，做野桂啊，这种东西啊，你越采越多了，就是刺身的这些杂草。那这个艾呢，是台湾也是很奇特的一个植物，从海拔3500到海边里，哈，到处都是，偏差诸夷少一人啊。那要怎样？过年节，大家拢家家户户门口都绑上一个这个叫驱邪作用啊。那给你看看这个艾啊，这也是一样，我就记录它从几月几月到几月的开花，然后整个枯干大，然后呢降霜的时候。然后隔年，哎，到冬季的时候下雪。现在你们哦，给他打个底啊，又接又高来个起吧，这个叫做西洋蒲公英，外来种的蒲公英啊，这块的啊，这个就是我经常在讲的 RK selection。什么叫 RK selection？ 环境恶劣的时候，它就倾向多子多孙策略；环境美好的时候，精兵主义。那这个以前最有名的试验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草。有一个地方一个月除草一次，一个地方三个月除草一次，一个地方半年除草一次，这样子发现呢、啊，除草越快越的地方是怎么样的、啊？它花在开花结实就生小孩的能量是最高，都没有除草的地方，花在能量花在这个生小孩的部分越少，与人类文明很相近，越文明的地方会花在小孩的比例很少。自己享受比较多，像这个也是 K 型血啊，像那些啊，台湾较早打个啊，拢是啊，遐善良的啦，打个拢那植物的，一岁十外个，有无？哦，遐拢无教练啊，遐岁十外个迄款的，遐就是啊，迄阵拢打个农业时代需要人工嘛，啊，啊，这种蒲公英，这个就是那个试验最有名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起码转台湾到处拢在西洋蒲公英啊。啊又有十几年前又出现了一种让我吓一跳，这是西洋的车前草，那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大什么长叶对长叶车前草，但是这一种在这里没有驯化成功，好像又消失了啊，还好。然后以前国家公园乱种这些叶箭草，这个都是外来植物啊。啊，接着我们不是来到看这一棵伟大，你看啊，有多美丽，到现在剪辑还没有剪辑完成。你看，哦，阿你讲啊，咧，什么共同文化部等话都，哦，反正你也把整个历史真相还原一下。这一棵看起来，哦，是一棵啦，啊，一棵啦，啊，这上面长的这一棵是银杉，种子掉落在你这里长出来。你在下面你们去看，不过第二棵、第四棵，这些短枝啊，这细枝，这也一长，靠腰这哪可能长？对哦，哎，叫囡仔来看，就知啊，才叫啥？你要看，从这个角度看，这个是死掉的，那个是活着的，这个还活着，这个死掉了，对吧？那这个地区呢，啊，就是沿线过来，我们刚才那一棵所谓的鹿林巨木，全国第二大神木，就靠混叠龟混出来，对吧？啊，那一棵我们在公路旁就可以看得到，就是这一棵。啊，出来这种造林嘛，哎、那個，上上下下拢做了呀。哎、那個，你看，哎、那個，较早伫遮咧造林的时阵啊，啊，无你讲我有白讲，哎，几年这只面都无在几年的相片，啊，迄规个全部山坪拢做了了，这草拢安尼滚出来，你也看要出去的这个沿线啊，啊，尽量在利用安尼啊，原始森林，哇，为了要看那个人类把他孙子儿女都杀光，做这些，你看。直到现在，2012年，他还是一样告诉你，
那一颗是第二名，有2700多。我还特地把这个报纸再打开一下，他那个人就是那个什么，我靠呀，像国家公也未晓，规个拢唔知。啊，接下来就给你们看这个文化。你今天没有看到，我早上去就看到一大堆，这个只是在 review 一下，不要讲了啦。这几模子都要等个人来，你管啊，枪来着，哎，来出兵预备，开始跑过去，嘿啊，这样，那三堆多啦不？啊，哇哥嘞，看到遐那个枪的照片啊，哇，真正敢照片，那安尼照可以，照起来给管看，啊，真正管蛋，但无别来看，哦，单单叫谁？就是了不起。啊，我听落来哦，哎，道理落来，你要走过来，做一到搞，我嘛有这样尊严，较紧，我提来了，别我甲你偷了，啊，嘿，咱几多，一天我看啊无手，哦，叫手一个在外面惊死你，这阿三，阿三，哦，这只，伫遐咧只，哦，伫遐咧，咧唱啦，啊，以前咱两队。高山根本无见过，啥物？啊，尾仔杀一寡汉，迄个金蕉去搭一阵，爱去金蕉食食，伊嘛是过关关。哦，这两批今麦高哦，今麦唔知换无？今年我想去前年去年的猴王争霸战，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是他当家。我当然记得两批老害人嘞。啊，这一波，这一波，这一架，啊，这嘛是架，啊，报告啊 ，OK。这个老林看这注意的，好，开灯。